这人好奇怪，来来来，算了，啊，这样，没关系，你再来一次。是我拱起来，对不对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啊！现在男孩怎么都这样啊？动手动脚，这种人就不能跟他在一块儿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学长，要不算了吧，我实在是没什么天赋。要不然，我们玩点别的。好啊，我还带了无人机，你想不想玩？你还带了无人机？对啊，这里风景那么美，我想给你拍点视频。好啊。那你在外面的空地等我，我去把无人机拿下来。是你，好巧啊！一点儿也不巧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童话说这儿评价不错，我出来玩吧。你少避重就轻，我问你为什么在这儿？刚才外面也是你吧？大明星跟踪一个娱记，你拿错剧本了吧？没错，我就是来跟踪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来观察生活、观察人物、提升自己的演技。啥？表演讲究真听、真看、真感受。之前咱们呼唤的时候，我扮演过你，但是我仍然需要观察真实的你。哼，真有意思，接着编。我是说真的。之前咱们俩见面还少是吧？你还没观察够。是，之前观察的都是常态下的你，但是特殊情况下的你我也需要观察。就比如说现在，你跟一个你完全不喜欢的男朋友出来约会的尴尬场面。我们哪儿尴尬了？难道不尴尬吗？我们这是在找感觉。好。那你们继续找感觉，我继续观察，随你便。